迎收睇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传媒体》，我是苏奕文，我是梁学希。每一集我们都会从大湾区出发，同你走遍神州大地，搜罗国家各地的新鲜滚热辣资讯。除了南北快闪会有新的资讯，我们这几天还有一个重点特地的环节，感受湾区一家亲，热热闹闹同湾区不同城市以及海外华人华侨每一个角落的朋友一起过新年。近日，深江高速江门段全线贯通通车仪式在新会三江收费站站前广场举行，全长超过85公里，按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随着这段高速全线贯通，江门和深圳一小时经济生活圈正加快实现。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最新数据，过去十年之间，中山空气质量全面改善，大气环境中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累计下降达到每立方米30微克，降幅超过60%。据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介绍，2022年度中山大气环境综合指数是3.01，空气质量总体保持平稳，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排名第15位，珠三角第4位。近日，惠州市龙门县第6季龙门镇 K 龙门13汤推广季启动仪式在龙门县地派温泉森林度假区举行。为了体现地派特色，承办活动方利用好远近闻名的龙门县特色美食，例如龙门胡酥鸡、地派豆腐、地派林肉等，专门烹制作一桌能够代表地派美食的菜肴，为来自各地以及见多识广的旅游达人留下深刻印象。近日，2022年斗门盛宴白蕉海炉十大创意菜线下评选活动在珠海市岭南大地百草园举行。经过前期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海炉菜鲍鱼、莲花香蒸海炉、素香海炉等十道菜品，获得白蕉海炉十大创意菜，提升白蕉海炉这个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助力鲶鱼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广西开行新年首趟南宁始发中欧班列，一批广西生产制造的重型机械搭乘中欧班列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干站。广西铁路部门预计，2023年南宁始发中欧班列有望从目前每月1列增至每月3列常态化开行。汤圆一样可以
遥远，要吃汤圆快来买，吃了汤圆好团圆，汤圆汤圆卖汤圆，一碗汤圆祝福大团圆，喂，伊芳娜，睇完上集嘅感受灣區一家親咧，真係意猶未盡啊！係啊，嗱，放心啦，跟住落嚟咧又有得睇啦！我哋嚟緊咧仲有幾集都有唔同類型嘅表演，為你源源不絕咁送上。我哋即刻去片啦！海风鼓浪远去，美妻我身伴会是谁？和日阳光的拥抱，我身心已陶醉。我把我手伸进浪里去，满身衣服布沾水，为乐童真再拾回来，到此充满情趣。置身在宁静的鼓浪屿，置身海角如梦美景里，仿似碧海长了蓓蕾，跳出了青蛙落到草里，转身远秋问我是谁，头上松鼠急急跳，那边一只随后退。沿岸和碧海青天对，与小岛结成伴侣。有时我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烦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明月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从前从遥遥几点山峰，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湿，像爱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刚一天，我喜欢耕种，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在深山一线溪，心在浪中偏斗扬，浮着草根使我一身青绿，穿过蔓延，穿过神雾，朝露散雨中风，化为滴水流，流入湖中两相随，
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太阳轻抚我，悠然进花园，又进碧空一片天，散在云中几山畔，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飞过冷冬，飞过严寒，穿过漫烟，穿过晨雾。我相信2023年年宵咧，会是我哋通关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夜。我祝愿咧，我哋全中国嘅人民，包括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嗰晚花好月圆，一家团圆团聚。元宵节，祝大家团团圆圆，身体健康。新春佳节之际，我祝愿大家平安健康，万事顺心如意，幸福快乐。让我们一道努力，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大湾区提供的这样一个科研平台、资金平台以及这样的一个实验场所呢，为我们的研究呢是增添了更多的色彩跟机遇。祝福大湾区以及所有朋友们元宵快乐。建设超大型集装箱船是广传国际融入大湾区经济建设的重要体现，湾区也为攻克这些大项目的关键核心技术创造了很好的环境。祝湾区的居民和湾区创业的朋友在新年大展宏图，前途似锦，新春快乐。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都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分明。
大湾区的这种文化把整个南中国的文化聚合在一块，更重要的是它把香港和澳门文化也聚合在一块了。大湾区的文化发展和文化模式可能为以后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起到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引领作用。在新的一年里，祝大湾区的朋友们、乡亲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万事顺意，家庭欢乐，恭喜恭喜。大湾区文化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新，还有在这种创新意识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的副队员就是一城方景金花放，万户清辉玉兔林。爱广州，爱湾区，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文化对一个社会来计是一个灵魂，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特色，希望能够和内地更多的联系，和能够将一些内地精品能够介绍到澳门给广大的市民和观众去欣赏。在2023年元宵佳节的到来，我在这里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府安康。大湾区的出现呢，比一些年轻人、比一些企业能够发展空间更大。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皆得所愿。
些心里未封住，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冰爱停在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寂寞心痛，愿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房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悲哀停在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的善缘节，夜空中升起新春的第一轮满月。十家放烟花，五家放花童。相约西游，睇舞龙舞狮，赏花灯如昼。今年元宵节，你在哪里？你也想念那一碗温润的汤圆吗？你也牵挂那一抹熟悉的灯火吗？有陪伴就不怕孤单。月色温柔，春风珍重，家在等你，我们也一直在等你。这个元宵节我们在大湾区一起团圆。这个元宵节，这个元宵节在大湾区，我们一起团圆。齐心与你归来，无惧怕竞赛，同心向未来。无惧怕竞赛，同心向未来。鸟瞰神州，精彩在线。今日带住你去连云港孔望山景区，一棵树龄已经有200多年的腊梅树正在度悄然绽放，依然保持住旺盛的生命力。这棵的腊梅树高5米，总共有30多处的分支，微风吹过，一簇簇的腊梅迎风摇曳，散发出悠悠的清香。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看看。今天湾区传媒体的节目时间够，我们下集再见，拜拜。